就是我有一种坚持，就是我不管喝再呛，我一定要洗好澡。我洗头是这样洗嘛，然后我就想要学广告，这样子的一个就豆象牙就滑倒了。周边的几个就是跟我同梯的呢，应该也都当阿嬷了，所以我觉得我的担子呢也越来越重了。请问新美姐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吗？我的个性是从来不敢做计划的人，因为我怕失望，然后或者是没有达标，然后你就会很恨。但是我会把我自己的计划给制作人，哎，对，让他们去就是帮我完成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比较让我舍不得的就是我坐在这个位置嘛，正中间，我后面有一个电动门，它就是有个无线的遥控器，就是这样，就是我一按遥控器，它就会打开，欢迎什么什么什么谁谁谁出来。导播这样 take 我正面的时候就说，咔，然后我们说怎么了？后面的人不要动来动去好不好？后面没人，后面没人，人人人人人。就是，然后导播再回放，是真的有一个人就是走过去，这样就有个影子。我们等于都跟后面的人都已经是，好朋友了，有一种革命情感。后来就变成常常哦，他不走动，但是遥控器在这里，他自己就开了，就是录影他就会常常自己开这样，因为他知道不能走动，但是他想要开。那也是你要在浴室摔啊？对对对。过年前，心脏脑震荡，跟那个第四节还第五节断掉，断得很准。就是我有一种坚持，就是我不管喝再呛，我一定要洗好澡，然后睡觉，洗好头，洗好的睡觉。我洗头是这样洗嘛，然后我就想要学广告，这样子的一个就豆象牙就滑倒了。那以后来就想一想，我妈妈就在旁边哭啊，因为我躺在床上要躺两个礼拜。她知道我为了狗狗，所以因为我都跟狗狗睡，我怕我们有一些什么造型品啊，或者是化妆品对他们来讲不好，他们会舔我嘛。我妈就说啊，狗狗都死了，你还在坚持什么？我想说我妈哭成这样，好吧，那我改一下这个习惯。所以我自从这一次摔倒以后，告诉我就说，若你喝再呛，当然年纪也有差，就是不要坚持洗澡，因为那个很危险啊。对，不要坚持睡前洗澡啊。对啊，我大概从过年到现在洗三次吧。乱讲的啦。